还是要去国外的时候跟他去给我朋友他们喜欢的。走，慢点哈。要不要一个抓个饼干咯，走。这谁要跟打跟得很，他马上好多去了。你啥来噻？你啥来嘛？你啥来嘛？中了给啥来哟？弄喊咯，蚊子啊！这些都晓得送的给啥来？你送哪个来？五粉才好吃。给他们弄些啥子？小小小小家务。真的，是不是专门挖东西的？挖个路，你在挖什么路呀？你看一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里可以坐下去吗？弄啥子？是的。啥子呀？那转一转，没得用，没得用。你的酸酸啊，拿吧，拿吧，拿着回去。哎呀，回过神了。宝贝，走路啊，看到妹妹姐。吃的都是草莓，你看草莓，真棒的妹妹，天天妈妈可以一边吃，他一吃那也不错，因为那也不足够，健康早天黑，你不小哈。乔姐姐乖乖，好的。看到这种鸡鸭了，你看。你这好的啥子玩意？真是。里面在下面跑，哥儿在下面。对呀，把姨母都全杀下来。
给我喂几个母鸡过。都是黄色的，我想跟你拜拜，小鬼子，拜拜，听话哈，好啊，要得。